熊奇到底长什么样？看到路人镜头下真实颜值，网友真的酸了。有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二次元，喜欢动漫的人都听说过熊奇。在这个圈子中，他被人称为大佬，他 cos 的很多的角色都堪称神还原。他经常会参加漫展，每一次听到有他的时候，很多的粉丝都慕名而去。这一次在漫展当中，我们大家见到了路人镜头下真实颜值，非常的帅气。很多的网友在看到之后都表示真的酸了，我们终于不再好奇熊奇到底长什么样了。这一切都有了答案，看过他漫展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挺高的，这也就是他为什么现在有这么火的原因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相信有不少的人都想去看他的漫展。播有去过吗？欢迎大家评论。